在门口就一直拜托我说他从高雄来的，可不可以让你签个名？这么微小的愿望可以吗？高雄粉丝大老远跑到台北，就是为了见到偶像一面。最近都在大陆拍戏的王大陆，人气丝毫不减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对啊，我就刚回来拍戏，对啊。王大陆和柴智屏解约之后恢复自由之身，还成立自己的公司当起老板。外传陈玉珊会离开老东家，就是为了和王大陆合组工作室，但是不同公司。因为我们先开公司啊。最近玉珊姐就是有一些外面的批评，有没有安慰她，就是说叫她放宽心？王大陆因为电影爆红，在大陆的酬劳也水涨船高，从500万元到1000万元不等，都有片商喊价邀约拍电影。外界揣测王大陆和陈玉珊可能再度合作，希望能跟所有人合作啊，对啊，玉珊真的很棒啊，她是一个很棒的我师父哎，所以合作应该有机会了，对啊。肯定陈玉珊的才华，王大陆不敢说死，强调对未来都是开放性思考，有任何好的剧本、适合的角色，不排除有合作的机会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